飞机变了，机票大概的七千四百五千五千，再上去可以比较上车。第一次南下是在一个金茂机场的地铁站上车，第一次南下是在一个洛宁桥的地铁站上车。第一次南下是在一个地铁站上车。珠海的黄高雄、杭州的黄高，过机场。